是有一次呢，我去我岳母家，然后呢，我送她牛肉干，但是送完之后，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女老婆在一起第一年，然后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的岳母不吃牛肉的，所以我那次牛肉干呢买了之后，买了半年之后带到我们家，那牛肉干还没开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内疚。所以呢，有一次到那个市场去拍那个外景的开场，去拍开场。然后一般来说，我们拍开场都是在外面而已嘛，就是在里面走一走啊，然后就走到外面来开场，讲几句话就离开这个市场。然后那次呢，我们在拍的时候，我们在市场里面逛逛逛逛逛，我逛到一家店超厉害的，哦，他那个里面那个东西就一直翻，一直翻，一直翻，然后那个味道就一直扑鼻而来，扑鼻而来，超香的，什么你知道吗？糖炒栗子。不是，一直翻，不是，一直翻，什么东西？肉松，肉松，它在烘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肉松，而且它里面这个蜜汁的这个肉瓜，还有肉爪，超级好吃的。不过你好像也要吃这种，对，肉爪，而且南门市场也有。对，也有南门市场有，而且他那个肉松有没有？薄片的，而且那家店很特别，是它除了肉松之外，它还有鸡松，有杏仁。它有鸡肉做的，还有鸡肉，鸡肉做松不会干干的吗？不会，而且鸡松的味道比较淡，比较淡。你要敢听，好吃吗？因为它是现做的，现场买的话，那卖相超好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因为它基本上你吃肉瓜，它的那个脂肪还有那个热量没有那么高，因为它基本上都把你弄掉了嘛。就肉瓜这样咬下去，就是你有那个肉香的那个感觉。可是呢，就是你不会说不会说吃到那种脂肪或什么那种感觉。你们那个肉松可以单吃。那个肉松可以单吃，他直接整盘可以可以，肉松可以单吃，小孩看起来好贪吃，对，为什么过年一定要肉松？为什么？因为大人跟小孩都可以吃。哎，他这肉松不会死咸，对对对，吃粥是吧？他这肉松不会死咸，对，他不会很咸。有些肉松你一到嘴巴里面有没有？它那一股那种很重的那个味道。会很不太舒服，但是它的肉松，它那个质感是很细致的。它这个肉瓜很好咬哎，就是它你这样轻轻咬，那厚片就断了。有些肉瓜你咬不断，因为它那个纤维太，而且太重。有时候肉瓜，有时候它没有挑好，它有时候做出来，它里面还有那个筋。对。那你咬那个筋的时候，它就是那个筋哦，它就准备整个卡牙齿。太甜，太黏。对，于是就买很多这种。因为放在那边就感觉不会吃饱，会一直吃。其实我现在就是我老婆会去买，就是买很多，就是过年来送礼。对，这种人就搭配，就是肉瓜、肉松，还有那个肉爪这样子。肉制品礼盒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送礼。我今天来录影应该带个夹链袋的，就是直接把它带包进去吃哦。你也想吃一点？对，我也对，拿掉回来，我没吃，就拿去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吃肉瓜哦，肉瓜。而且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过年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是一定绝对少不了的啊。对，刚刚是聊追剧必备的零食嘛？对，现在没有拜年，去人家家里拜年的时候要带的，送礼的伴手礼。伴手礼，我前一阵子啊，没有，我因为我跟那个林彦君151一起工作，然后工作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吃下午茶。然后下午才吃到一半，说，他们同事就拿一袋东西来给他，然后呢，他就打开来给我看，我说你知道干嘛？他说他要送给我吃的，我说你干嘛送我这东西吃？因为他说要过年了，他说他就感谢我这一年对他的照顾，可是我也没有对他怎么照顾好 ，OK。然后他就是找个名目要送东西给我，然后呢，他就送给我一个东西，我觉得那个东西很特别，就是小女生会非常喜欢吃，可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想过。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做成这个样子哦，是造型吗？就是蛋卷，蛋卷不是都卷吗？蛋卷像麻花卷啊，它蛋卷把它做的很像那个领结的那种感觉，小小的，对。然后呢，其实呢，我当初呢，其实我对蛋卷没有那么有 feel。但是我对这个它的包装是很有 feel 的，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收纳东西的。然后收纳控哦，这个用完还可以。对，收纳控。然后呢，它这个盒子有没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收纳？那结果呢，在我觉得它的东西应该还好的时候呢，我就不小心吃了一块，我就觉得说惊为天人，妈呀，怎么那么好吃啊？怎么这么 OK 啊？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。然后呢，重点就是呢。它有很多种口味，这是原味的，然后它还有芝麻，还有巧克力，还有咖啡，它就是蛋卷这样。对，蛋卷，然后它是一层一层的，你先拿一个，对，啾啾的，会肥死，还没过年啦，我没关系，这是幸福关系，这是蛋卷，对，他说买不到买不到了，这个真的很难买，因为我之前也有买。就只尝到了一盒这样子，只尝一盒哦，很难买，一口吃的那种概念，对，而且它是吃下去的时候，它是比较湿润一点的感觉，
而且它包装的时候，我们送过来包装，它是用那种真空包起来的，然后它吃起来是湿润，不是吃起来有一种千层派的感觉。哎，对对对，千层酥，那个蛋的那种味道，很新鲜的那种蛋味道，没错。哦，蛋卷把它这样浓缩，我觉得对千层蛮酷的，对不对？蛮酷的。其实吃蛋卷会要抖等色的，而且把它掉。对，客家人说是要。拿个碗接着，不然会掉屑屑。而且它这个盒子就是刚好可以给你接，因为我们一般来说，我们那种就是传统蛋卷，你一拉出来的时候，虽然它有包装，可是你一拉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它底层都是那个屑屑，对，已经掉了。所以你一拉出来的时候，那屑屑其实你还没有开始吃，屑屑就已经掉满。而且五根的感觉都要吃完，不然放久了会浪费，放久会轮起的感觉。心态是一出来就要五根，对，吃不完麻烦。而且我觉得它这盒子是我最喜欢这个盒子，因为它盒子每个 size 都一样，而且你叠起来的时候，它中间有个那个凹槽，所以你叠起来的时候它是不会晃的那种的。哦，它一格一格，完整的这样镶在里面。对对对对，大推。